四局吗？是不是？这盘玩赵信他不香吗？啊？不是，我就问你们，这盘玩赵信他不香吗？不是啊，赌剑是有装备基础上可以玩。我这盘，你不是你看他来的卡，你说正常人他会选择什么呢？啥意思啊？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这人，我就想知道这人是什么意思。这人想玩什么呀？看，他每盘来的全是跟盾有关系的。玩剑圣也不是不行啊，前提是你得来啊。他不来怎么办啊？大剑可以给洛河青龙刀啊。我不管了，我赵信走死了这盘，我这装备我只能龙牙反甲青龙刀，对不对？这走死了呀。不是，我们不能盯着一个阵容强行玩，那样只有掉分。我如果老是盯着一个阵容强行玩，我不可能打到现在这种高分段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还是要活一些啊，活一些，不能盯着一个阵容死玩。
噔噔噔噔噔噔。号角已经响起。六人口地，六人口地，左上角那个是六人口地。我这盘好，还好没玩毒剑。这盘其实玩那个，这盘其实玩那个刺客也可以，但是相对而言我还是挺糊的。完了，颜败没了，不过早晚也要没，这倒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这盘质量太强了，我现在已经接近于无敌的质量了。你说我这盘我要是不玩圣盾，我得后悔死。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招信太少了。他每一波都无限的在给我来卡。然后青龙刀也有了，这也有了，那也有了。我这盘就没怎么递过卡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盘，他这个卡来的我都不得不买，导致我现在连利息都没有，特别穷。所以你这么想的话，这盘运气其实很差，因为他一直给我来卡，我就必须要买，所以现在我就没钱，没钱就没经济，没经济就啥也没有。知道吧？我是不是应该搜个尼寇啊？这尼寇不来，我有点寒心。哇，其实说实话，这个洛这个英雄，他
有点厉害的，他射程有点远，大招射程有点远。我怎么感觉我下一波会来三只赵信呢？哎，我拿什么装备呢？我拿什么装备啊？弹幕老师们，红 buff 腰带。大棒没拿到，先拿个大腰带吧，到时候再拿那个。可以。我喜欢挑战。陷阵之战，有此无声。哎，你看我这盘，我真的不懂了。我好背啊，我尼寇到现在都搜不到，完了。我这盘拉了呀，观众朋友们，我尼寇没有，怎么玩嘛？我这盘也太拉了。我到现在没有尼寇。我漏过尼寇吗？我这盘漏过尼寇没有啊？没漏过。哪来呀？这装备都是。我裂开了呀，我这盘裂开了呀，我没有尼寇，我操，我今天运气真他妈差，你看我连胜还多了，连胜还没有，游戏太难玩了。
完了，我招信也送了。我怎么可能不地呢？三圣盾，我操！我怎么这么早就四个三星了？我不会玩了，平时没有这种节奏啊，我怎么办啊？现在我这没有尼寇怎么办啊？我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啊。先这样吧。这家，哈哈，这家小丑，我操！人家小手才两星，哦，他两星都不到。我在想，我下一件装备给赵信个什么东西？我再给赵信个什么东西啊？搞个泰坦。或者搞个水银。
好像真的只能合个小羊刀了，给他没什么别的装备可合了。看呀，羊刀法爆没必要，不不不，要么青羽，要么羊刀。我想想啊，法爆肯定不合，这羊刀吧，还是早用早舒服呀，你那么晚用干嘛呀？这家小丑点东西啊。这家三星招式了吗？他没压锁，但是他这个他一打是到三星。哎，我别地了，我别地了，我就等着生人口算了，生八人口了。哦，青龙刀没拿到。角色没必要。他是谁的伤害？哎呀，他有个那个，他有个水银。我们把所有颜色都
别碰椅子，他有个水银。我那个扇子蔓没有，找不到。哎，对，卡尔玛呢？我就是在找卡尔玛，漏了吗？我一直在找卡尔玛，没搜到啊。这次我是真漏了。这个圣杯还可以。再来张路路，别放椅子。这样吧，这家不太好打。很勉强。还差一家谁啊？小丑。我卡住他小丑就行了。我反正卡住他小丑就可以了。他其实三星小丑的话，有可能打得过我的。要卡一下小丑，本来就要卡的，就我这盘吃了两星露露了，他还差两只小丑吧，
他这波拿了个小丑，那他还差两只小丑。就是这家刺客这盘能第二挺好的，他小丑都没到三星。兰博奶，行了，你就让他去搜吧。兰博不用搜。主要还是他小丑没到三，小丑到三我就不好打了。完了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了。哇，这他妈的！他蓝波到三之后这么厉害吗？还招新房后面就可以了。